看起来跑一个五星图，跑一个五星图，邀这两三千个云玩家来体验一下这张地图，真的可以刷新你对 Q 飞车五星图的认知，非常有意思啊！这张地图兄弟们，强烈建议回坑来玩一下啊！也确实挺头疼的这张图啊，算是五星图里面难度是巅峰的，不过他也到不了六星，为什么？我就换句话说啊，把这张地图的这个美工换成白魔，就是换成那种很亮很亮的，凸显那个弯道特征的这种，它就是正常五星了。它这张图一个难点在于什么东西，知道吗？它这张图一个难点在于什么？在于它视觉诈骗，它诈骗你知道吧？它让你看到的东西感觉是怪怪的，所以这张图比较难。这张图难，它就难在它的视觉啊。那美工确实是要背这个锅的，但是你说它这美工不好吗？它其实美工很好。对吧，他这个特效做的也还不错，只是不利于跑图，说实话真不利于跑图。他的难点在这儿啊，他不像是空港那种硬难度。什么叫硬难度啊？就是我那个弯就这么复杂，对吧，我的弯就这么复杂，是不是？到墙基本上都是吸在上面的，吸在上面直接裂开了。
这样的话是，那就证明。嗯